解说不太专业，声音有些猥琐，节操为您而调，只为您那笑问天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一路的为您带来的坦克视频解说，是来自于斧头帮的那什么，我不认识啊，你们自己看怎么能开的这个 215B。 我靠，十级房啊，一堆十级车。哎，地图是这个拉斯威利，妈的，这叫冲突战，冲突战攻占对方基地，那他妈不就是标准模式吗？进攻时间到。冲突战是个什么鬼嘛？哦哦，难道是两个军团在互相 PK？ 你看他们好像都是这两边都是一个战队的嘛，就说他们每一边的人都是。而且他，你看这个装备是上的好土豪的呀，专门为打群架而准备的。啊，我靠，预判了呀，结果判偏了。哎呀，你不要打他，他要缩回去的。你看看外面那个，好，现在你自己该缩回来了。这他现在这个节骨眼上肯定不会出来的呀，这出来这不把自己送掉了。反正初次的接触呢也还算是比较文明啊，双方都没有弄到对面什么东西。我们看一下啊，在咱们这边在城镇里面已经进入了一些人啊，山谷那边没什么东西，就一个查迪伦，那那边是个弱点，中间反正哎呀，把这里有这么两玩意卡着就够了。这不队长双方上头都是两个 B 哥，那边下面是一群一百啊，那一群一百我估计都是卡建筑的吧，搞不好等会儿在城镇里面咱们会遭遇大量的一百，如果说他们都打得好还是很难对付的，那岂不各种 HEAT， 看你怎么搞。好，现在果然是看到了一些一百，也很正常嘛，德系就是要在这种地方卡住摆个角度啊，他才有用武之地。哎，这个你不要轻易把裤裆伸出去的，这个不安全啊，你看后面那么多，你这个出去就没有然后了，就你就直接挂掉了呗。哎呀，他也很纠结，这他妈怎么办嘛。那既然是两个军团在互 K 的话，他们一线内也不会没完全没人，所以那个查迪伦最好也是不要轻举妄动。好好好，他在找机会，他在看这个杠七什么时候退回来。哎，咱们这边是一堆215B 啊，一个杠七，他那边是100加215B 加15。这个阵容有什么特点？哎呀哎呀哎呀，干嘛要群上，要群上了吗？打得漂亮啊，打得漂亮，300多滴血 APCR 啊，这个是好的。哎，所以说你看，只要队友这个步调一致，同进同退啊。好，这个他肯定要死了，队友甩了一发，然后我们现在上来干这一个啊，看到 B哥要不要先干 B 哥，到底先干谁啊，绕到 B 哥后面甩了 B 哥一炮，那边那个已经被队友干掉了，这个时候盯着 B 哥打。好的， B 哥要死了，现在看到了查迪伦，把查迪伦毙掉，然后再过来撞死 B 哥，撞不到你就打。好的，漂亮，这个时候彻底把对面搅乱啊，又一枪毙掉了一个残血的查迪伦。哎呦，这是在无限追杀呀，这个我看看和身后啊，身后队友能搞定吗？哎，
哥能修。哎呦，着火了！我靠，里面都一星链突然火灭了，他们肯定是捡起了肥皂啊，搞起了鸡头啊。哎，这个你肯定打不过我们的呀。啊，漂亮漂亮！这一波吃他们吃的是太漂亮了。啊，但是这他们上面还是有些人啊，你赶紧上来加快一下队友的进度。哎呦，我靠！你得赶紧的啊，否则万一队友失了个雾什么的，或他们多跳两发弹，这个事情还真的说不准。好，哎呀，这后面又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不带这样玩的。哎，上来，还有啊，连喷大圈，缩一缩。我们未能穿透他们的装甲。小心翼翼呀。我们重创。哎妈蛋，所以你看我刚刚说的，你这个赶紧回来加快他们效率，否则这个是搞不过的。敌人完蛋了。两人互殴，咱们似乎没掉血，只是被他断了个腿。到现在每一炮的血量都非常非常的至关重要。啊，这边看来他是想要来干这个残血的215B，然后那边的话，咱们这边有火炮火起来了，这是关键。好，咱们那个查敌轮厉害，那你自己你不要拼了，你赶紧保全自己，否则那个查敌轮能搞死你的。只要你活下来，火炮就可以帮你。好，现在咱们追着他搞，居然还敢打我发动机，我靠，发动机黄掉了，好烦。哎，他死定了。好，搞定。那这好了呀，对面就只剩一个查敌轮。但对面查敌轮想墙上，哎呀，跟我们的那个查敌轮跳起了二人转，两人在那里转悠啊，直扑咱们火炮而去。我们的这个发动机又黄掉了，真的是一个非常蛋疼的时刻。看来查敌轮应该也是想的，哥先进来吃个豆腐，把火炮先给弄死。哎，就像校长冲进女生宿舍一样，咱们查敌轮被他们查敌轮，哎呀，那这一把真说不准啊！我们不能失误。你们注意到没有？他炮弹换了 HE， 哎，啊，是不是队友给他说的那哥们血量并不高，所以他不想意外，那干脆用 HE 吧。啊，火炮这个也是跑得很快啊！哎，那火炮 你不用跑了，火炮果然停下来了。那这个火炮你得再跑上去啊，它肯定会缩到相对比较靠山的位置，它不会那么二了。好，对面不站了啊！你个心机婊，我懂了，他是想用站的方式把这个发动机黄掉的 215B 给勾回来。这个时候呢，屈服者也刚好跑到了比较下面的位置，他站到一半，他再从一线过去，他可能想去强收屈服者啊，不强啊，对，强收那个屈服者火炮，然后最后再来吊打我们。哎，你真是个心机婊啊，这种办法都被你给想出来了。
真是不简单。呀，盲射，他也急了，你知道吧？这个时候，这要是火炮搞不定怎么办？我靠，那个心机婊果然是这样。哎呀！烦死人。那这意味着他现在也危险啊，那哥们儿绝逼要来干他啊。他想的那好，我守在家里面，我等你过来好了啊，你来啊。哎呀呀呀呀呀！这一发中是中了，可是你妹啊！他用的是 HEAT， 快坑死他了！啊，终于穿了一发，哎呦，但是够了够了！哎呀哎呀，不能再穿，不能再穿，再穿要死！哎呀，这不能穿了！啊，他没弹了，他没弹了，有弹不会跑啊！好的，漂亮。哎呀，智斗心机婊啊！那这个最后给大家说一下，有需要制作视频的是可以通 QQ 箱来联系到 QQ 箱是76785582 tk.com， 有微信的同学是记得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。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呢，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再见。